啊，人生的经历非常重要。我们老说人生两种，一种叫经历，一种叫阅历。过去的阅历是不包括你的经历的，就是你阅读啊，你看了多少书。今天的阅历是包括你看到多少事，就是你经过的事儿和看见的事。所以人生的经历非常重要啊。我们看看电影中的女主角啊，何小平。何小平一去呢，她的生活背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啊，第一点呢，就是它是一个单独去的，单独去的跟整体去的是不一样。你比如新兵报道啊，新兵连啊，一来来一百多人，大家立刻一排二排三排四排一分，是吧？然后你分在哪个班里，那这时候所有的人的关系呢，都迅速地结成群体，谁和谁好，谁和谁不好，谁和谁真好，谁和谁假好，心里都心知肚明。但是如果你单个去， 人家的群体都已经，啊，形成了一个个的小圈子的时候，你一进来，你肯定就会受到排挤，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不是过去有，今天也有。今天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单位，你单枪匹马的去，只身去的时候，你非常容易受到别人的排挤，非常正常。你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 我们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跟今天不一样。当时的人是讲出身的，你出身不好，你就自卑呀。你单独来的，你进不去人家的圈子，那何小平全占了啊。呃，人啊，我们人的团体啊，形成这样的圈子啊，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不光是人，猫也是这样。你看，我们这官复猫就是个群体。 啊，我们这里有猫办公室、猫别墅、猫公馆啊。你如果新进来一只猫，你往里一撒，所有的猫都开始欺负它，对吧？马上都过来闻一闻呢，啊，跟你打个招呼，要不然就欺生。啊，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不是很大，它都是本能的，但是有的人能迅速的调整自己，有的人不能啊。有的人个性呢？ 是比较温和的啊，能够忍辱负重。有的人就比比较倔强，就是绝不跟你合群儿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说的特别在理，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你这个人一定是按照你的那种呃文化习惯啊，你就是说这我跟这人对不上眼儿啊，我跟这人就对得上这个气儿啊，就马上就能这个混到一起，对不上眼儿就混不到一起。 人和人啊心里有没有隔阂，你只有自己知道，别人看不出来。所以，在一个单位里啊，到底谁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亲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芳华》的前半部啊，最重要的是男主角啊，刘峰啊，黄轩演的，就是一雷锋啊。雷锋啊，没什么新鲜的，我年轻时候就是一雷锋。 跟他一样，愿意帮忙，什么事儿都帮忙啊！我今天生活中依然有我年轻时候的朋友啊，就愿意帮忙，就是做这雷锋。因为我们所受的就是那样一个教育。你比如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段啊，电影中这桥段呢，就是这个刘峰呢帮这个炊事班的呃战友呢打沙发啊，说买一沙发一百多，他哪买得起？我给打一个，才花三十块钱。 我一看那沙发，我就乐了啊！你知道我乐什么呀？那沙发跟我打的沙发一模一样，简直是恨不得是我打的，就是那样，所有的工艺流程太准确不过我。我那沙发可惜我给扔了啊，要不然我得抱上来让你瞧瞧。我对这木匠啊，你看我后来喜欢老家具什么呀，跟我根儿上有关系。我从小就喜欢木匠，我会做，我做过很多家具，大衣柜、高低柜、沙发。 啊，都不在了啊！我说都不在了，你们就觉得我是吹牛啊！我真的不吹牛，我拿一个我做的东西给你们看看啊，表明我没吹牛。当当当当，出来了啊！这就是我做的小椅子啊！我这小椅子没那么容易啊！你看看侧面看带斜度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我这都是暗榫儿的啊，每一个榫儿都是暗的啊，都是一个一个的暗榫儿。暗榫儿比明榫儿难做，明榫儿呢可以加楔子，这加不了，所以你做这个榫儿的时候，榫毛的也必须合适。那么这椅子啊，这小椅子能坐啊，你不信我给你做一个，你们看看，坐一下、嗯，正襟危坐啊，坐着比那个黄花梨的还舒服啊，别看那贵啊。 我这坐的很舒服，很装模作样的坐一下，行了，他这个差一点扔了啊，幸亏没扔，嗯，搁回去。刘峰这样一个活雷锋啊！ 他损失了一个什么呢？他损失了一个自我。很多人认为，当他是一个雷锋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精神象征。所以，人的最基本的欲望呢，就降到了零，这就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影响。我们那时候啊，人和人之间，尤其男女之间的情感，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呢去培养。谁也不会直接说，谁也不会愣头的时候，我一见你，我一眼就看上你了，没这事儿。您就一眼看上了。 也得绕着好几年的功夫，最后把自个儿这情感情感啊，这个婉转的去表达。呃，过去啊，我们这一代人啊，情感是两层；现在的人的情感是一层，就特直接上来，就是我喜欢你，咱咱今儿晚上啊、呃，该干嘛干嘛，是吧？过去不成，过去人的情感两层，一层叫革命情感。 是工作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的关系。另一层情感藏在底下的才是私人情感，私人情感是不能表达的啊，表达也是非常的这个婉转啊。这个，比如啊，你表达，没有人说我爱你啊。我们那代人里不会有人说，谁说谁就是流氓啊，就不可能有人说，说我喜欢你就相当于我爱你，我喜欢你已经是最直接的表达。 再婉转一点儿呢，就是我想你了；再婉转点儿啊，说哎呦，你走几天，我还挺想你的。这句话都是表达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递。所以，我们那一代人的追求啊，就是对女性的追求都比较漫长啊，它中间可能出岔你看这个《芳华》中人与人之间的几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它都不那么单一。 要按现在简单了，我一进来我看着你，哎，咱俩怎么着？行就行，不行拉倒，咱俩谁别耗着啊！所以很快各种关系就表明了。那时候的关系呢，都是在模模糊糊中，谁和谁之间呢都不那么明确中呢，一点一滴的去啊，去这个递进啊。我们中国呀、啊，传统文化中没有直接表达情感的这个内容，所以都学不会。今天是学会了。 今天我看这个男孩跟谁都敢说，女孩也敢说，上来就说他其实不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受西方文化的一个影响。将来有机会我们专门讲讲这个，就是传统情感和我们今天的这种西化的情感表达中的差异啊。那么我们看到《芳华》这个电影中呢，呃，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复杂性啊，这个复杂性呢，它融进了当时的所有的社会内容。 比如你的出身啊，呃，比如你的资历啊等等，这些都是你跟别人是否能够很好相处的一个前提。那么在这里，像何小平这样的一个人呢，啊，出身有一定的问题。嗯，我们过去非常讲出身，他呢出身又比较复杂，是双重关系，就是他不是跟他亲爹长大，要跟养父长大，所以他内心呢就比较这个脆弱啊。 就是内心呢都是关门的，那么他到了部队以后，他误以为到了部队以后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开朗的晴天的时候呢，忽然发现部队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所以他把他所有的对这个对这个社会的情感全部容纳到他的专业当中，所以他的舞跳得特别认真。你们去看啊，他从开场一段不断地展现这个每个演员的这种舞姿。 说句实在话，当时的那女孩跳不了这么好的舞啊。现在这女孩跳舞可比我们年轻时候那女孩跳舞跳得好。第一，基本功好啊。我看了那个演何小平那演员啊，叫苗苗的一个简历，就说她原来从小就是那样，天天在练功房啊，有点不合群儿。我们生活中都能碰到这这种不合群儿的人。不合群儿的人，往往啊，要不然就是性格孤僻，要不然就是身怀绝技。 就是你，你不愿意跟人弄一起。你说都是跳舞的，我这舞你才转几圈儿，我这能转好几百圈呢，是吧？我看不起你是正常的。那么孤傲的人往往就会在这个社会中呢，就会被孤立，在你的小团体中就会被孤立。那么何小平就被孤立了啊，被孤立了。当然，这里有很多细节，你们都会去看啊。我在这,这里没必要去复述他个细节。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中，他的一旦他内心的那种对社会的。 这个呃，现象心寒的时候，当他沉入到最底的时候，他会放弃所有的理想，所以他就不再跳舞，他去了前线。这一段战争的场面，我们有很多观众不适应啊，觉得太残酷。我告诉你啊。 这个战争没离我们多远，我们这一代人，上面我爹那一代战争中走过来的，九死一生啊，啊，我爹一块儿出来当兵，三十九个人，阵亡三十七个，那阵亡比例非常大的，所以他们来谈生死，跟我们谈生死完全是两种感觉。我们谈谈生死叫矫情，人家谈生死叫感受。 那一代，我上面那一代人，我爹的所有的同事，当年的都是从战争走过来，都经历过生死。没经历过生死，你不可能走到新中国解放。所以他们那一代人对生死看得都比较轻啊，不像我们很重。那么我们看到的生死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同龄人啊。我这里我有非常好的朋友，就去过，呃，当年就去过前线打仗啊。那活着回来，那有人就死了。 我们现在对战争的所有的认知呢，基本上啊，年轻的观众都来自于电影。我们现在啊，就是大部分年轻观众对于这个战争呢，都是来自于电影的了解啊。你看到电影，最近看到电影这两年的啊，比如前两年的《拯救大兵瑞恩》，对吧？呃，今年的《敦刻尔克》，对吧？《血战钢锯岭》这些电影的场面都非常震撼。 那我们就看到《芳华》中，其中有这么一段也非常震撼。那么，为什么女兵要上战场啊？你就想这么残酷的场面，为什么要这么多女兵去救护啊？因为啊，我告诉你们，因为女兵在战场救护中，能使所有的战士相对安心很多。如果我负伤了，我身边全是一些男人，全扛着枪，这手拎着枪，这手给我擦着伤口，你想我心里是什么感受？ 那如果是一个女性啊，帮你去处理伤口，你多疼、多痛苦、多恐惧都能够忍受，都能度过那个难关。女兵是细心的、温柔的啊，她是生理所决定的。所以，女性对男性在战争中的抚慰啊，一定是大大的高于男性在战争中的抚慰。我们看到一个。 这个电影中有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你们一定要注意啊！看过的要回忆，没看过的要去注意看。就是当何小平给这个烧伤的啊严重烧伤的战士擦药的时候，跟他有一段对话。这时候轰炸来了啊，房顶坍塌。何小平一个跃起，扑在这个战士身上。那么镜头一转，战争场面就定格于此。 何小平这一跃而起，扑在他的战友身上。何小平的这种本能啊，你年轻啊，你就很难去理解。我就特别理解，为什么？七六年啊，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北京啊，晃动强烈啊。那时候我在空军总医院啊，这个三点四十二分。 这个整个的这个手术室，手术室还有手术呢，正在晃动啊，哗啦，玻璃就碎了。这个当时是接生，好像是这个医生呢，一下就扑在这个手术室上，扑在这个呃产妇身上啊，就说我在，你就在啊，就就是这样一句话啊，就是这样一句话，让这个产妇非常的安心。 我们当时那一代人都特别能理解在关键时候的献身精神，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受到这种教育啊，救死扶伤。那年啊，唐山大地震啊，早晨三点四十二分地震，到中午十一点左右的时候，第一批伤伤员已经拉到了这个空军总医院，就在操场上搭了很，当时帐篷都没来得及搭起来，就是拿布一围开始手术，露天。 啊，我们扒着去看，当时也帮忙，去看，看那缝那大面积的创伤啊，啊，就是让你看的触目惊心。呃，我们就不很细致的去描绘了啊，我们不细致的去描绘。我第一次看缝合伤口的时候，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跟缝衣服是两回事儿啊。你缝衣服就是拿根针来回缝。 缝伤口，两个镊子夹着针，医生的那个手法非常的快，给伤口缝起来。那伤口不是小伤口，是非常大的伤口。所以你看战争场面啊，你看不下去，你年轻啊，你这个觉得我生活如此美好，为什么让我看这么残酷的事情呢？我觉得我也能理解啊，但是你一定要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就是这些问题。战争离我们既远又近。 这个人在战争面前是不怕死的，打起仗来你也不怕死。你现在有多怕死？当你上了战场，你就会不怕死。这是我告诉你的，不是我告诉你的，是我爹告诉你的。我爹告诉我的，他跟我说，打仗的时候啊，你跟一个人素不相识，你跟这日本人素不相识，瞬间两个人就面对面，一分钟之内决出生死。 非常的残酷，所以在战争面前呢，没有人怕死。我们的军纪啊，不是我们的军纪，全世界的军纪都有一条：逃兵就地正法。为什么？是因为只要有逃兵，就会这个影响士气啊。所以古今中外对逃兵的处理方法都很简单，一旦战争。 打响啊！所有的人都进入一个状态的时候，生死一定是置之度外的。我们有时候战争中可以看到有些人有求死的之心，为什么求死之心？希望跟这个敌人同归于尽啊！我们看到过去的电影《英雄儿女》啊，《王成向我开炮》啊，我们小时候就这样，包括《英雄赞歌》。 英雄赞歌的这个歌，我想对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对冯小刚导演的这个影响是巨大的。所以这个歌被引进了，重新的大段的引进了《芳华》这个电影。我想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复制，而是一种向我们过去的精神致意。我说了这么多，那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告诉你们，这电影值得一看。 我们电影的现在类型越来越少，这种带有情怀的、带有情节的电影是越来离你好像越远。我们认为电影中好像只是喜剧能看，其他都不能看。我就碰见过有的年轻孩子跟我说：“说电影不就是乐一场吗？”我觉得他对电影的理这个理解就太浅了。我去看的时候，因为还有。 几个同事一块儿跟着我们，他都年轻啊。看完了以后上车，我就跟他们聊，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啊？他们都说：“哎呀，一开始舞蹈太长了，太拖沓了。”那我一下就想起来，我教你们怎么看电影啊？这电影怎么看是一个技巧。看电影不是一个简单的消遣啊，当然有一种图一乐的消遣，就是喜剧电影，你看完一乐，高高兴兴就走了，我觉得这可以。 我们看电影，你比如我看电影，跟看小说一样啊。过去这个人开玩笑说、啊：“哈，说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有什么不同吗？”说古典小说是这样啊，说你都看了三十多页了，男女主人公还没拉手呢啊、嗯。现在的小说第一页恨不得就上床了啊，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的电影呢，跟过去不一样。过去的电影是故事性很强，很多人愿意看故事啊。 今天的电影是情节性要强啊，故事可以不连贯，但情节必须紧张。所以美国那种超级大片上来几分钟就给你弄一半死。但是我们要看这种，呃，叙事性的、带有情节的电影呢，那么你就不一定完全的是看这个故事。我们今天的信息和资讯也发达，大部分人在看电影之前，如果做一个功课，对这个电影就基本大概有个了解。所以你要看什么呢？ 要看他所有的细节的表达，要看你所不了解的那一段生活。我看这个，我写微博以后，很多这个网友就说啊，说我也真的想了解了解我们父辈的那个时代，对吧？那我想他可能年龄就是二三十岁吧。我们今天啊，你比如我今天去看《红楼梦》，跟我十六岁看《红楼梦》完全不一样。 《红楼梦》每次看都不一样，为什么？是你看的内容不一样。你第一次看《红楼梦》，一定是看宝黛钗之间的情感，看他们之间那个悲剧，对吧？你再去看呢，你就会看到它很重要的一些文学的表达。什么叫文学的表达呢？“太生了一夜之仇，交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这就是文学的表达。那我现在如果再去翻过头来看《红楼梦》，我看什么呢？看它社会学的表达。 我会看他的啊摆的器物啊是怎么回事儿，谁和谁借了一个玻璃抗瓶？他为什么要借玻璃抗瓶呢？因为当时玻璃抗瓶啊，玻璃的东西比任何珠宝都贵，在乾隆年间，玻璃是最贵的东西，最奢侈的奢侈品。那么美国大片儿呢，是因为它是工业化生产，这么多年看大片儿看来看去，把我们给带坏了，就是我们看的都是干脆直接的这个戏啊，简单。 那我们今天如果去看《芳华》这样的电影呢？如果你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啊，你会要注意到那个时代的所有的细节，使用的东西，你要看看啊。你比如那里有大保温桶啊，练功累了去喝水，你看那个保温桶，现在我一回想，多少年也没见过这种东西了，对吧？那么你看看当时部队的那种行军啊，鼓动打快板，为什么打快板、啊？因为只有快板有节奏啊。 打快板念一段，然后鼓动这个士气往前走啊！你看啊，那个林钉钉有一段，就是他娇生惯养嘛，他走不了道嘛，走走走，脚底下起泡了，啊，给了那么大一特写，那水泡挤的时候，我脚底下都疼啊！脚底下今天谁脚底下走道能走出泡来、啊？你走不出泡来，为什么你走不出泡来？是因为你那鞋好，你道又走得少，对不对？今天脚底下能？ 走出泡来的人，我想非常少了。在我们那年月，是一很正常的事儿。拉练啊，我拉练拉过。那么拉练的时候呢，如果鞋不合适，如果说有的人出汗，脚出汗，袜子湿了，脚很容易起泡。那泡啊，泡叠泡，那泡必须拿针啊戳破了。你知道，你看那么大泡啊，你在电影上你看的很刺激啊，它戳破了，那水全出来了吧？我告诉你，他还有一招，他没告诉你呢。 这炮杵破了，你不理它，你穿上鞋走不了几步，里头还是炮，那炮又起来了，里头还是水。所以过去啊，炮如果杵破了还要继续行军的话，怎么办？找女兵要根头发去，从扎破的那两个眼儿中穿过去，把这根头发，你不能把那个皮剪下去啊，剪下去你就走不了道，疼死你。把那个皮中穿一根头发。 让那个扎的那个针眼儿不能密，不能够长合，所以呢，一旦要是再磨出水，它就会流出来，就不会那么疼。那么这些细节的表达呢？你今天觉得哎呦，我说那么恶心，那脚底下怎么怎么几个大泡啊？啊，我告诉你，你要赶上战争年代，你要赶上急行军，你脚底下不打炮啊，那就是不可能的。一部电影啊，那就勾起我很多这个。 年轻时候的这个回忆啊，呃，人年轻的时候呢是有憧憬的，因为有前程；人老的时候呢，没了憧憬呢，就有了回忆。人生很公平啊，让你老有想法啊，只不过是一个往前想，一个是往回看。那么我看了《芳华》这个电影呢，我一散场啊，我这个马上就给严歌苓发一微信，我说刚看完。 芳华啊，说咱俩什么时候见个面他说我一月中旬回去，回去约个饭局啊，聊一聊，也有很多话想说。我为什么想说呢？是因为我们今天啊，还有机会去通过电影这样一个艺术形式，回忆我们曾有过的这个青春年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 每一个今天啊，有青春的人，四十年以后一定也会回忆自己的芳华时代。